这位哥哥可还有事？不错，不过现在另有一请求，想斗胆请问城主，可否赏脸再与我赌上一局？好啊。你们听听，又有人要和城主赌。今天什么日子，这可是第二回了。不知这位道长想要与我们城主大人赌些什么？是金山银海，还是百年法力？是十次好运，还是一片福地？不必，世间万物皆非我所求，我只想请花城主陪我一夜。嗯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太大了吧，竟然敢让城主陪夜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敢向城主提这种要求。小道长，人不可貌相啊。有意思。等等，我的意思是只是想请花城主做一回东道主，带我一览鬼市全貌罢了，我不会提任何过分要求的。道长，什么过分要求啊？是要这样这样，还是那样那样？对对对，你仔细说说嘛。真的不是，大家误会了，我说的陪只是想请花城主今晚陪我走走。小道长这么心急啊。小道长你也太迫不及待了。你还是别解释了，越描越黑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但是听上去就真的很……哎呀，行。